今天给大家开一款汽油越野车。来，我们把这个防滚件拿下来。这个车的尺寸是95厘米，宽度是50厘米，最高时速80公里，可快可慢，无级变速的。大轮胎非常大，而且是液压减震，就是可以漂移、越野、竞速，冬天还可以拉冰车。我演示一下功能，这转向，全比例的转向，这油门，这油箱，32cc发动机，升级的红色双出排气，一会儿演示一下。这个车我们已经半年多没玩了，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打上火，我们试一下啊。首先把这个风门关闭，立的是关闭，把油泵上来，把油泵上来，已经上来了。然后我们把这油带上来，先转三下。好，今天油已经上来了，有那个要着火的声音了。这时候把风门打开，再转就着了。我试一下啊。把那个车壳装上了啊，来看一下，漂移试一下。